在我这儿，然后他后来讲了好多东西嘛。你没有听那音频吗？其实我看就没有，没有。他讲了好多，前面后来就关了。他讲了、就是、讲了好多以后，对吧？就他就说到他的扎心的事儿了。如果我现在的那个老板，不是学表演的，好，对，就是那个坐地铁九号线列车，列车到了北京西站六大桥站方向，终点站是公交火车站。列车自行前进，去北京西站拿着一班行李。欢迎乘坐北京地铁六号线列车，本次列车开往